蒋万安声称要把中正纪念堂改为台湾建设纪念馆，那请问院长怎么看？威权时代所留下来的一些威权象征，在民主、自由、开放、转型正义的今天，连他都知道要改变了，而怎么样改比较好，可以让大家好好来讨论交换意见。特别条例你延长，那请问政院何时会提出消防草案进立院？那特别预算剩下多少经费可以运用？因为疫情一时之间看起来不会戛然终止，还要继续防疫，并且还要有相关的工作跟准备，所以看起来这个防疫条例还要继续延长，我们会往这方面来做准备。